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剩下隔壁的阳光男孩雷翔，是的，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身衣服啊？没错，我们今年的圣诞节要来玩交换礼物啦。有参与的人呢，有我、波特、舒怡、田浩跟泰森，不知道会交换到什么样的礼物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去采买我的礼物，大家就一起期待吧。Go， 秀。但我还有那个男性内衣裤，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实用吧？输赢抽到怎么办？哦，哎、欸、对，有输赢的，那的，我忘记输赢，那不行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这次的交换礼物啊，不只是交换这么简单。我们呢，为了要追求刺激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再出一个地狱任务。对，地狱任务是穿圣诞老人装啊，然后在指压板上面跳跳绳，跳30下。Oh, no. 不知道谁会抽到，希望不要是我就好。那我们就是继续看哦 ，Go。OK， 现在呢已经买好我的圣诞礼物了，不知道他们看到我的礼物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也其实非常期待他们的礼物是什么，那我们就去交换礼物咯。 Go。 OK， 现在呢我们已经各自买完礼物，然后回来集合了。我感觉雷翔的礼物应该是今天最雷的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怎么没开始？为什么都要针对我？我觉得你田浩也很奇怪啊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个超级无敌好。告诉你们，有些东西呢，包装的再华丽，它只是虚有其表。哦、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内在，哦、好不好？内容比较重要。对，我认同你这个话，所以我就用特色来装起来。稍微讲一下规则，我们就抽天堂礼物嘛，同时你也要抽地狱任务的签。可是你要先完成地狱任务，然后才可以拿礼物。那我先破开，可以，没有问题哦。我们就马上进行今天最重要的部分——交换礼物环节。抽一波，不要抽到雷翔了。我也不想抽雷翔，雷翔就是雷翔。那抽签的顺序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就从年纪最小开始抽吧。哦，是我，你最不可能吧？没有，是我，我年纪最小，18岁开始抽。哦，还真的要抽？真的啦，我真的年纪最小了。哦，我就抽到田浩的。OK。我抽到泰森的。哎，第一个，抽到输赢的。你抽了，你的84，呛死，呛死而已。就是要用我的wasabi吐司。Oh no！ 呛死，呛死而已。然后还要搭配苦茶。哦。我是要全部吃完吗？单片就好，一片就好。那这片是不是没有人要了？饿了是不是？我，哎，等一下我那个，等一下。哇，超像的，我现在光闻就直觉超像了。哇，田浩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报复心。哒啦啦哒啦啦哒，就这个吗？他刚刚看到留了2袋，没有送粉丝的。结果粉丝还比你好。3、2、1，这个有1000块吗？我靠，这一个1000万。抱一下啦，我可以啦。我们好聚好散，你是走心了。他整个笑不出。没事没事，那这不好吗？可以啦。好，来，我来了，1、2、3。哇，真男人呐！我认真给哥哥。觉得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他说出话来。哇！赶快给他喝一口，给他喝一口。是呛。你先光张嘴，然后旁边散发出来都是那个瓦萨比的味道。芥末之呼吸，瓦萨比之呼吸，一进都会大。这个好奇怪哦，我没有人听得懂。他现在没办法说话，所以我帮他影片做结尾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，送人礼物啊，千万要用心，知道吗？如果不用心啊，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。他那个苦茶苦吗？还是真的有帮助？没有帮助。哎，不行，算了，好，一口就好了。感觉你好像已经快要去了。哇，你这真的够地狱。不得不称赞你这个地狱很地狱。都过去了，已经苦过了，那我们来猜猜看，拿礼物了，来喽。五、三、哦，哇，遥控飞机，哇，遥控飞机啊！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很喜欢，可是你怎么会想买这个？我就靠看到了，遥控飞机啊！兄弟的思维真的是同一个。
的讨论。你当我小朋友吗？我自己也觉得不错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其实是蛮喜欢的。有人喜欢我这个礼物的，可以底下留言，我抽出去送他。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座位上有没有，你想要传纸条或者是你想要剧本有没有，你就挂着，然后这样飞过去。哦，原来你是个用意吗？就小时候就超贵的开座位，对吗？那个围巾还在。对了对了，我要上烟头，突然下线。哦，它有电哎！我开了。啊，我赶快赶快。开了。但是飞不起来是不是？飞起来，加油！站起来，你可以的。会不会这个只能这样子？不是吧？当电风扇在用。可以，开心，再玩给大家看啦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。最后呢，想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快乐！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！订阅我们大家，开小铃铛哦。哎，我那个还不错吧？你的礼物吗？嗯。今年的圣诞节呢，大家又聚在一起了，很开心，相当的棒了。然后是说今天礼物啊，本来我还觉得我自己准备的很好，就被他们这么一说呢，感觉哎，好像有待加强。不过没关系。还有的是时间，我们明年见。那也希望大家看这支影片可以感到开心，也祝各位圣诞快乐哦！哇，它飞起来了，好像啊，哇，好酷哦！阿西啊，看。